魔术就是一些神秘，一些惊喜，再加一些超脱常理。学魔术可是很辛苦的，一个动作要练习成千上万次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抱歉，你教了我们这么多，我们却不能完全跟你讲真话。别在意，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吗？这世界原本就有许多谎言和虚假，我只希望有一天你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。那你呢？找到自己的真实了吗？魔术对我来说就是真实，我希望表演一个伟大的魔术，让所有人提起这个魔术就会想起我。对魔术师来说，这是最大的荣耀了吧。快看，林尼已经进入了密封箱，他能顺利逃脱吗？十年前魔术师塞萨尔正是在这一步。神秘，惊喜，超脱常理，对吧？我把这份荣耀还给你了，塞萨尔。虽然稍微晚了一些。